就在夏蝉此起彼落的骚动中，夏天占据了整座的大森林。然而炎夏的暑意并没有随着森林的活络升高它的温度，这片绿意依旧清凉恬静。大暑日选择走入一片森林，看花草石木中的虫鱼鸟兽，仿佛正养精蓄锐，等待一次浪漫的仲夏狂欢。放一个属于夏日森林的假期，将自我释放在无压的天然冷气里，在光影的流泻间，亲身玩味森林传递出的时代风貌。就在一面深刻着岁月的巨石上，就在一个万年前走过的足迹里，炎夏的东眼山森林却有着诗人笔下自由的废叶，轻轻吐纳在绿意深掩的清幽步道上。就是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啊，很优美，位在桃园县的复兴乡，在霞云村的上面，因为它位在大溪事业区的八九十这三个林班，所以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游客中心。一般来东眼山的游客，我们会建议他先来游客中心这边看一下我们里面的展示的设备哦，里面展示了东眼山的化石怎么形成的，还有东眼山四季的风情。另外呢，游客还可以到我们设计的一个多媒体的简报室啊，可以看一下整个游乐区的多媒体的简介。当然，这一个游客中心还有一项最特别的，二楼有一个 DIY 教室。来东眼山游客中心的游客，建议您也到二楼的 DIY 教室去看一下。我们不定期会有一些 DIY 的活动，可以让游客除了在林间行走体验自然之外呢，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从动手做当中了解自然的奥秘。游乐区这个海拔高度从五六百公尺一直到最高的三角点是1212公尺，这也算是一个蛮平缓的一个游乐区，很建议适合全家大小啦，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还有年长的老一辈啊，也都可以来。所以区内划分了不同的类型的步道，大家都可以去走走看。对，是一个观景平台啊。对，在这边啊，可以在这边看得到所有东眼山看得到的山景，还有呢，柳山造林所造出来的树海。所以让游客可以在这边感受到东眼山大自然的奥妙。那东眼山这个地方哦，规划了许多条步道让游客可以行走哦。那如果是小朋友还有老人家啊，建议可以走景观步道，它是连接游客中心和餐厅之间的一条步道，大概才只要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有推小朋友车子娃娃车的啊，或者是一些残障身体不便的朋友呢，也可以去走资讯步道，可以看得到之前伐木集采的一些历史的痕迹。当然，勇于挑战的朋友建议大家去走自导式步道。东眼山最高海拔高度1212的一个三角点，在那边呢、也可以看得到星光三月和101大楼，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当然，也要提醒来这边的游客哦，东眼山是早上8点开门，下午5点就要关门了，所以规划一天行程是您最好的选择。日出时分眺望东眼山区，仿佛向东望之大眼睛，因而得名。山眼下这处以柳杉和杉木为主的人工造林地里，散落着一条条通幽曲径，这里提供有清新的芬多精浴场，天然舒畅的现代健身房，可以强身杀菌净化人体，最重要的是无价。这个季节的森林步道上，连绵不绝的蝉鸣音籁，绝对让你有着暑意全消的痛快。
像我们现在哈、哦、走到这个柳山林下，其实就是在做一个最好的一个运动，叫做森林浴啊、哦。但是森林浴啊，大家不要带着毛巾，它不用带毛巾，你也不用带香皂，更不要脱光光，只要做一个动作，麻烦大家跟我一起做，大口的深呼吸。深呼吸、哦、这个就是做一个最好的森林浴的一个方式。深呼吸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哎，吸了许多分多精，就是我们柳杉啊所有的树木所散发出来的一个分多精的那种气味哦，会让大家觉得哎，身心舒畅。所以很多游客来到山上之后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我的感冒好了、我的忧郁症跑掉了、所以到我们的国家森林游乐区里面来做森林浴是最大的好处的。多呼吸，多呼吸几口，对对对。我们刚刚走的这一条呢，就是森林浴步道，也是森林之性步道、哦。那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前面有一个像水池的地方哈、哦，本来是有水的，那现在因为环境的变化呢，它变成有点类似沼泽地了。那但是这里你不要小看它哦，它这里啊其实是蛙类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那我们这边呢也做了一个互动式的解说牌，我们到这边来看看好了。认识我们的语言，对，所以来东眼山这边的游客啊，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啊，用动手啊，不是只有动眼睛了、可以看得到什么样的青蛙它的叫声是什么。所以在这边，我们在这边可以介绍了很多在东眼山您看得到的青蛙啊，不但是介绍了青蛙，还可以介绍青蛙的叫声。以后我们走在林间的时候，听声音就可以知道哪一只青蛙在哪里了。哦，所以它这个是怎么操作？像我们看得到的是白寒树蛙、它哒哒哒哒的声音嘛，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哎，古氏赤蛙，哎，它的声音可能是咕咕咕咕咕咕的声音。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知道青蛙它们是怎么样沟通的。哦，它所以它就是一个青蛙，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它相对的叫声，叫声对。赤文豪赤蛙，啾啾啾啾，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走路的时候还可以再看一下，也听一下青蛙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青蛙在叫。前往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有多条路线可以到达，从台北三峡方向出发，可利用省道台七乙线，经桃园大埔到三民，衔接省道台七线，也就是北横公路，之后依指标左转桃119号线道，不久就可抵达东眼山林道起点，续行到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从新竹台中方向前往，则先到达桃园大溪，再行驶省道台七线到三民，续行不久后左转桃119号线道，接东眼山林道抵达目的地。从宜兰方向则利用省道台七线北横公路，经桃园八林续行到罗浮，之后右转桃119线道，同样衔接东眼山林道抵达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刚好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有一个树蛙、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里的，对对对，这边这边这只青蛙有点那个褐色的哈，对对对，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只啊，它叫做白寒树蛙。之前在国立科学博物馆也有人在发表说，其实应该更名叫做布氏树蛙。但是我们不管哦，它叫什么树蛙，我们可以看一下树蛙的特色，就是它的手掌上都有蹼、都有蹼，对，有吸盘，有吸盘哈。然后呢，这只白寒树蛙呢很有特色，是它的腹部、还有它的大腿内侧都有黑色的网纹。那也有人说，哎，为什么要叫白寒树蛙呢？最主要是它的嘴角边哦有一条白色的线，
连蝌蚪的时候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所以叫做白寒树蛙。很多小朋友来这边，我们会去带队解说哈，看看我们这边的树上可以找找看有哪几只青蛙在树上。那我们现在也来找看看，看能不能找到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白寒树蛙之外，看能不能还找到其他的树蛙。哎，这边就有一只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哪里？哎，大家看一看，眼睛睁大，就在这一个树干的上面。有没有看到？好像有一个小黑点，可是其实它是一只树蛙、哦。对吗？对对对对。哦，在树上那样一坨，像一块泥土一样粘在上面。对对对，这就是面天树蛙哦。哎，刚刚我们在讲白寒树蛙的时候有说到咯，树蛙有一个特色。它就是它的脚有吸盘，对不对？其实面天树蛙也有、那面天树蛙更大的特色是它的背部、有一个 X 或者是 H 型的褐色的纹路，所以叫做我们依照这个纹路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也辨识得出来它就是面天树蛙。它是很小的哦，跟我们刚刚看到的白寒树蛙一比，它算是迷你种了。对，这整个体型差很多、哦、对对对对对，这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啊。对对对，所以我们待会还是可以再观察一下，看看还能不能找到除了这两种之外的其他的树蛙。由树冠层到森林底层，严密的植群生态让白寒树蛙、莫氏树蛙以及其他两栖类的同伴食物无余地畅享了夏夜的东眼山森林。若说鸟类是白日里的森林歌手，那飞舞在花间树丛中的蝶类无疑是最曼妙的舞者。轻声走过森林，才不会遗漏精彩镜头。像在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里面哦，有很多很特殊的生态哦。我们刚刚看得到的这个天群蝴蝶，现在叫做硬蝶，不仔细看没有办法发现啊，就在柳山树的树脚下。这些硬蝶呢，我们看起来也没有像凤蝶那么的好看，对不对？可是它有它的特殊的地方，它的颜色因为比较深，所以大概都是在我们一般林间底下去生存还有活动。然后呢，它们最喜欢什么？最喜欢吸食树木的树叶，还有地上的一些水，让它补充它的矿物质，然后补充它的养分，让它能够赖以为生。这是很特殊的一种蝴蝶，跟一般所谓采花蜜的蝴蝶不一样，它们可是不采花蜜的。我们可以看得到哦，像东眼山这边有一整片的柳杉林哦。像现在我们为了水土保持的关系，所以呢，在整个林巷下面的一些植被，我们都没有去砍伐它哦。那当然，在这边呢，有所谓的广叶锯齿、双盖蕨啦等等哦，大家看得到的。但是有一个最特殊的蕨类啊，也是在这边生长了非常大的一片，叫做观音座莲蕨。观音座莲蕨它有它的特色啊，就是说它的叶子长成之后呢，它的保护这个幼叶的脱叶痕它不会掉落。当整个叶子长大老死之后，脱叶痕留在植株体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像一个观音的莲座一样，所以呢取名为观音座莲蕨。以生态旅游为主的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相当适合规划一日游的步道践行。区内目前并无住宿设施，远来者可考虑大溪一带。游乐区餐厅供应有简便餐饮，践行步道需要自备饮用水。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这里我们看得到就是东眼山知性步道的大秘密了。这里呢，为什么知性步道？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集采的设备哦。东眼山之前也有伐木造林，所以呢，有一些集采的方式，我们会在这整条步道上都看得到。现在我们先看到的，这叫做滑道式集采哦。这最主要是我们在上面，如果把木材都砍好了之后呢，结成一段一段的，顺着这个滑道把木材一条一条、一根一根的滑下来，然后到这边所有收集好了之后，再从这里运出去，可以做集采使用。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来玩，体验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以前的伐木的工人，我们是怎么样子去集采的。所有来东眼山这一条步道的小朋友最喜欢玩这个了。那我们自己假想，我们是以前的造林的工作人员，已经把木材都砍好了之后呢，就顺着这个滑道啊，直接让它流下去。那刚好在山脚下的那个工作人员就可以把这个木材取出来，然后整个整理了之后就运到山下去卖。哎，大家都可以试试看。接下来这里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集采的方式哦，也介绍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木马。木马，对对对，比滑道式集采更原始一点点。我们大家想象一下，这边是山壁哦，这边是山崖哈、哦，然后这个是木马道。一般我们在设计木马道的时候，它的坡度是不会太陡，也不会太倾斜的，这样子大家比较好施力。那以前的林业工作人员哈、哦，就会一个人在前面，一个人在后面呢、哦。我们一个朋友帮我示范一下，当然那个时候在做木马这个动作的时候，都是两个人一组，两个人大部分都是夫妻，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考验一下夫妻是不是同心哦。当然，做丈夫的会在前面拉这个绳索，那做太太在后面帮忙下坡的时候拉着绳索，上坡的时候帮忙从后面推一点啊，这样才有力量去把这个木材集到我们要集的地方。那一般是这样子拉的。当然有一个动作哈，有一个状况就是，如果当发生危险或者这个木马车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往往两个人哈一起跳向山壁，让木马这个木材顺着山崖这样滑下去，避免保障人身的安全。先生呢跟太太还会同时会有一些装备啊，带着便当放在腰际，先生前面还会有一个油桶，油桶是做什么？就是希望能够点这个木头哈、哦，让它这个滑动的时候会比较顺利，然后这样子用人力的方式去把这个木头集到山下去。以后呢，慢慢演变哦，就是台车哦，现在大家在乌来啦，还有太平山坐的台车的轨道，最早期是用这样子由来的。早年伐木集采的遗迹保留在步道两侧，不同规划的路径却都有着精彩烦恼的可观生态，再加上带着历史况味的旧时人文，让一条条四通八达的森林步道更具有深度旅游的内涵。尤其这里保留下了古老台湾海运的身世背景。路一直是蛮宽的哈。对，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是东眼山林道的一个延伸哈，健行步道，一般车子是不可以到这边来哦。所以我们游客呢可以用很放松的心情来走这一条步道。沿途种了一些杨梅，杨梅就是小鸟最喜欢吃的那个杨梅啊，所以一般到了农历的五月份哦，杨梅结果的时候，有很多小鸟也会来吃。像这条步道在开发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就是化石。我们可以往这边，我们规划了一个化石区，我们来看一看，当我们开发这条步道的时候，发现了哪些化石。在这边的。对，在这边。像我们现在这里所看到的呢，大家看一下哦，其实哦，它不是植物的化石，它其实是螃蟹还有虾子在爬行的时候，或者是筑巢穴的时候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哦。仔细看一下哦，
一条一条的，就是他们所走过的痕迹。所以我们说叫做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一句成语可以在这边得到印证。那为了这个化石呢，我们找过台大地质系的林俊全林教授哈，帮我们去做过一个检测，它其实算是3000万年前的一个化石，所以呢，这边还可以看得到有一些更大的化石，我们可以走过来看一下。啊，这里都是哦，我看到的痕迹都是生痕化石，这也印证了东眼山哦，早期是在海底下。现在慢慢因为造山运动的隆起，所以到了现在陆地的一个状态。那像那个凹下去的就是生痕化石嘛，那这边有那个是凸起来像也都是也都是一样，对对，只是它的一个背面，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这样子。那我们在开发路的时候发现了，所以特别第一区叫做化石区，让游客能够看得到。特别要提的是，这是只有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才有的，一般的游乐区还没有发现到这个化石。再往前走一点点，是我们东满步道的一个起点。东满步道它其实是连接东眼山和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区这两个游乐区。那很特殊的是，希望因为它是属于一个登山健行的步道，希望是所有游客有做好登山的装备，或者是有登山经验的游客在前往。一共有8公里哦，大概一般我们人来走的话，大概4个小时。那一般没有登山经验的游客啦，或者是爸爸妈妈带小孩子家庭式的旅游，建议还是在游乐区里面来旅行就好了，体验游憩的活动就好了。那这个我们可以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造林纪念石哈，其实上面有写的，就是所有的林班，东眼山这个地方一共横跨3个林班哈，就是大溪事业区的8、9、10林班哈，那这边刚好是写的90、11林班的一个造林的时间哈，造林的树种哈，还有造林的面积，然后所有造林的人的名字啊，都可以很清清楚楚看得到。他是在民国44年的时候，找了大溪的一个老师傅啊，雕刻师傅到山上来亲自刻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一块纪念的石头。50年前生刻下的数字，长成了一片广袤浓密的森林，遮印着一路走来的旅人。这片森林是早年台湾植树造林的一处成绩，成绩单上有着林业人员为台湾岛屿种下的一页绿色荣景。如今在大树的庇荫下，我们走过森林，和生活在林中的各种生命共同呼吸吐纳着50年来的森林精华。